惹的爱再也没有机会干扰我了。安逸。
股寒冷会粉碎你。不能攻击那个目标，快打这儿！我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逃出范围了，见识深远。感觉到刺骨的寒冷了吗？你们的灵魂冰冻荒原腐烂，力量！不，
之主最听话的走狗，我会尝试转化它残留的力量，打开一道直接通往它主人所在之处的传送门。快要到顶端了，提高警觉。圣光与我们同在，为守护世界而战，为了艾泽拉斯。英雄，跟我来！炎狱之主是想冲出渊头吗？还是有别的打算？鲜血与雷霆！圣光啊，他让渊猴
之西丸纳斯，快打断！炎之王在瞄准我们的头部，这里不是你能控制的。我粉碎了你的王位，现在我也要让你崩溃。女妖，你的战斗到此为止。现在没有目标。西瓦纳斯，放弃吧。英雄，我需要帮忙。聆听苦难之声。有事跟我来。真纳需要我们的力量。索尔，去前面看看。勇士，我们要保护海军总帅。敌人太多了。快打断。希望全部破灭。真纳会合，希瓦纳斯，我们受够你那些把戏了。你会付出代价，我们全部都会。现在还来得及，投降吧。会被湮灭吧？为了萨鲁卡，为了部落。这次你输定了，希望全部破灭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希瓦纳斯，把安杜因交出来。聆听苦难之声。没有时间了，奥瑞博斯被渊红笼罩了。再拖延他们一下。我已经传送门快打开了。我成功了，快点！不，炎月之主要杀死神断者了。勇士，快点阻止希瓦纳斯！你的太阳，死亡由我掌控。
审断者的防御很弱，我们得马上阻止。没人能躲过我的怒。他成功了，审判者倒下了。来见证这个现实的毁灭。